当他跟他的孩子，就是跟他去跟他的阿公阿嬷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就前几天，他就想，他就很高兴，说你还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最好最照顾，我们这整个家庭里面都是你照顾起来的，这个孩子已经迷你了，你要不要看他最后？这个孩子他说他这个小朋友的眼睛都这样子，一点都不好。就是很傲慢，就是他或许进到他家，跟亲人告别后，或者走进旁边的电视里看，你或者讲这一段话的话，昨天才开始，就是阿妈办的这些。回去后啊，就在他要回去的时候，他跟他阿公阿妈就讲清楚，阿公阿妈，我要很诚心的，我就给你们服务，让你走进的这个，我们家有生活真的太。一般人也许他看不到，我很熟睡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可以感受到有多少真。当也感到帮忙到后，当这个佛法自身的佛灯点燃的时候，爱到旁边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用，根本就不用担心。当我的灵魂出现后，我就会想，这些，这些，因为他看到这道佛堂中间。结果，当他听完他这个小孙子讲这些话以后，他就说：“我起床，没礼貌，关主后面坐后面，没讲这个，没礼貌，我觉得就……”他就因为这个小孩子，当他要回去的时候，那个神检他的小孙子，是吧？所以上面的提醒他们是重要的这些指标，我觉得。还是我们这个这件事，他到泰国，他有传，不知道泰国是一个中小镇的佛教国家，所以他做实际面向，尤其有一些高僧，他一般来讲他们都会以佛教。为什么？有一次或许到处理，我们也在有些模式，那些模式有一个实习，因为有更重视的长者，那他因为他就做下去，这是一个佛教。到了这个出来后啊，这个看法就奇怪，为什么台湾啊，他们这个头上都有光，都是自己去造成的，就是很贵的，我的亲属不可以出教，我这个会就是跟亲属那个后面的光完全都没有，所以他就过了我们这个阿赖耶识，路上都没有，为什么这些台湾人头上有光？后来问说那个福州人。有不是那位同学，哟，那个光很大，他修行修得很，就很他都觉得很久。然后后来还问他，我那个禅师就直接跟他讲经嘛，啊，求道，得到了就可以了。后来他就说，那我们怎么得到？我说可以，我去跟老师沟，就是跟别人沟。结果他们是点头的，他们那些徒弟徒孙谢教授，我肚子跟太有心说。两个人说：“他说我问了两句，说他们很想我这个人啊，我这个人百八年，我比赛，你这个人百八，一万块钱贵的，我告诉他，我还要一万块钱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师傅已经很休息太客人了。”结果那位师傅，因为他说到了我，他真的激动了，人考过来讲了，哎呦，今天跟姑娘。好，结果我们那个摄影师他就要倒下去了，倒下去，对，不可思议。这一所我想笑，啊，退休校，就是他童年期的时候啊，就是，所以他除了诵经，他大悲咒什么经的，他可以朗朗上口，不看经典他都可以背诵。然后，各位，我们
只会希望越过地方机如果大跌受受的情形看有些很严重，所以就在这个这边的时候他就他来了，后来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朋友没有办法说你到到这个国家，因为我们在今年的第二月份的时候我们七月份我们有到在武汉，就是我们这两次直接在乡下方面地方所开到，这等于说这十多年才开到，把这东北地区所有的干部总共有275位来了，然后就在这个团体，这个团体他原先市长工作都带了一个修复工具，然后今年特别花3000多万就改一个很大的刺激，就是等会议就在那地方开一个展览，然后来就在那救了我很的话，这个朋友这个道歉就给我这个教养，在教养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说你要做，他说我们这里等一下要传道，就传两道，就传4条5条的道，他说谁要传，结果这个道歉一离过之后啊，他直接看到华师看到我那个这两只跳脚的人在那边，哎，老师讲他传道，对呀、啊，他又没有出家他传道，那么说，结果就说哎，看到这两只，我不想，可是他就坐在下面，上面就是我，我坐在下面，我去多就是这个。真的在醒来的时候，在醒来的时候呢，就看有没有佛啊，一直一直的可以在你进来，一直来。所以半夜有人在旁边不到，你就问他说：“我在干什么？”他半夜，你到，是能不能到？他随便讲，因为他两个人今天佛祖讲得到我们，我就不要讲。那奇怪，我现在看到佛前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对，因为现在传道是在请，在请，这个时候就让我请传道到这里来做，他怎么做？有个那个富男子跟他的亲，富男子问他是三公大汉，你这个半年，你这个半年啊，你看，你刚才个子瘦瘦的小小的，他那个半年。对，有两个要的地方，那一天坐下，然后就是要跟他请，叫他别请，他买坐看，叫他别请，对吧？来了之后他看到，然后也一就是说，他说上下这一喊口令结束后，就是一定请，是吧？所以第一句话很忙，是吧？吓一跳，他眼睛看了看，他等着他们见，他们叫王公子不见。看到天空，然后他看到，然后他在往这里一看哦，差点眼光。他们一直到头，都是都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穿的金色衫，对吧？就是看到整个国会都进来，然后嘞，这个情况就跟太阳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在这样呢，他很想投到，他你看放一下那个身段，后来他就说。你明天哦，可以来旁听几节课，我再带你们去。他说你明天能去看，我们明天再开好会。所以今天上到明天开好会，各位，因为真的呢，其实他到你知道开始之后，几乎上个月最少到5000公里，最后人家讲说，如果18000公里的话，大概可以大概好几倍。两年前，去年或许到今年的阶段，就是去年，光是他一年在开始就9000人去了，到阶段了，到阶段了，你可以看看，马不停，没有说不管在大陆今年，有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台湾有我们一位当选的人在后面，我打电话第二天，所以就在这样子的话，他第二天。他看到香港的情况，他在读书，
我说我要开法会，就是他看到华人进步更多了，他也看到了武校这个地方的压力，所以他这个他知道这些面呢，他说也不想花东西，没关系，武校的费用，他就告诉他自己，他再说，我可不可以开法会？他说你要开都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争取到，我还必须花。大道十分，有时候不是也需要去理解啊，这个东西才比你也的格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真的会想想也的格子，但是还能给我怎么样支持？我们还是要抱着那个东西。所以最后，当这位校长求完道后啊，开完法会后，各位，也许他有当教授的意思，所以他看到那张表，就会以我们所感受到的。更加的殊胜，更加殊胜。好，最后他求到了一点分，除了考了这样以外，他求到一点是，而且他说了对人的教育，也是偏爱，也是贴心。如果对三位有这种尊重的话，到底是什么？他看到点这两个，他说某某人，你负责为师，各位。到这里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所以您在法会上面单独有排到的主见方面的，所以就是啊，我们法会上面自己去的，主见的跟去，主见的跟去，所以能够让主见相通，就像海港，这股形象，形象好，所以。非常的最重要的规定，你要不敢讲，没有最后一点。所以当这一位校长，当这一位校长求到后，他马上就放心，他放心，所以他回去呢，就开始对皇家这些慈善会，这些他们也会来参加今年的五周年，那个都有，而且我们在这里，然后留下来去上课，上到。他们晚上都晚上的飞机，早上上到下午点，然后准备上。